因为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父老爷的姊妹热心来甲阮捧场。本团就是台北者新秀园江中文武集团，也参加台湾省也戏剧比赛优胜巡回演出，就会荣幸来参加亚太文武展览，也由咱台湾省政府也行政院主办文化建设委员会，也南投县政府文化中心企划主办参加演出，欢迎也咱也裁判来认真甲你观赏。台中若是有啥物缺点呢？欢迎你来甲阮指导指教。也咱这观众朋友也认真来甲拜团捧场。台中若看到刺激点，欢迎你来破格去甲阮拍挂，是本团正新秀园的荣幸。谢谢，多谢。即马随时来演出《大唐五虎将》。感谢捧场，谢谢。
公金万岁，铁兵四十万，要来征召太行山。李林甫乃通奸祸国大奸臣，这条路若到太行山，伊的成功气氛真无。啊，为了万岁听信奸臣谗言，未当公用果断乾坤，来输掉天下到此混乱。我李白一心一意何报当今天子，吃饱那无事做，长安市上饮酒贿赂，所以万岁话啊，祝贺酒中仙呐！来人，请安无事打酒，长安市上饮酒作乐啊！
准备带一万兵牛山开路牛水大桥，太行山二十里之遥，安营等我军令命令啊！我的众将官，四十万大兵可全部来接啊！既然早早设备发炮，这支力量太行山去吧！
三元后，男人要抬红头巾，挑竿挂好，三领刀，小李兴为了要贵贵素色行顶海世外无休。小王六片江湖遇到贵王兄一家人何干？太行山准备你要来第二师第干接驳，将将今天在阴乱殿有何事情来报赵三娘？也小的参见殿下千秋啊，探家。因何借令鸿蒙为着李林甫带40万大兵还太阳？李林甫还太阳在探再不来出兵，40万大兵还太阳山不离何时候？哎呀！太行山这乡里实在听着名，我就会惊。
杨某今日我做一个通兵马大元帅都出来领了。哎，他今个团开营山贵族一计划。哎呀！来家欢欢贵族仪，有功你的福。你这个甘心专款专利，苦海雕工，一来你主动来太阳上市。贵族仪，我有40万大兵，我唔惊你咧。卖走，放马你来看贵族仪安能定国朝啊！为了令你东条第一英雄家来呀，准备他杀来丢尽宝铁呀！吼！你我赶紧想想他后边来他平安呐！今天你无惜性命来到太阳山，叫你死在马前，放马过来。Yeah.
我40万大兵的这惊吓来了，杀啦！有情无体啊！你落去爱性命，紧走啊！当时咧走安怎？我咧话有情无体，我烧一个走。后边啊，你说怎话？要话都话，是安怎？小公小梁兄弟见死啊，想想已经生死不该之错。贵族与兄弟啊，你要围过来啊！哈哈哈！后边你要白走，走哎呀！乾坤，定
顶多九公啊，一两三恰相当修真学道，练到一个地仙之运啊。为了东明王有月宫家天谴天降大灾和大道，派车辆这边来扰乱大同江山十二年，同你气数未够，点车相当仰慕真机，哎呀！修道人本绿阴清清，安怎一时间通关十条心血来调，太山林佛在一算来，南疆太子离间灭国的日子渐渐到，也不过伊的部下五虎大将也未齐齐，目前我的徒弟就是伊未来正因开路先锋官，今仔日应该请我的徒弟下山帮助太子成事啦。来人，后堂传你的师兄包官保见我来。这座路你若下山了后，爱到太行山去帮助太子成大业。如果有位司令将来爱入十八层阿弟地人，地主尊师傅名分，我送你一只坐骑叫做乌鸡牛，一副家私叫做乌虎腿，重量八百斤。两军阵前若未赢人的时阵，两当金眼就以两支腿来控作伙，对走一只乌虎出来打人。另外数就盔甲天王盔、天王甲，互你好来提腰劈下。多谢恩师，受地主四相八拜顶停，不良改言。外徒弟乃上天乌虎铁上车，两臂有千斤力量，那孙尚人绝对无办法过伊的手下三合啦，交代下山去渡洞，靠金为国，但求天下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
不过伊个老爸住伫山东济南府，较早做山东节度使，到山东找无伊个老爸，问起来才知影讲向长安咯。所以伊立马加兵行，得要到长安城迎亲啦呀！来到长安问我老爸包金国的名，煞无人问。甲咱讲，伊赢总管有一个姓包的官员，伫啊伫咧做总管。我对伊赢总管爷来请教，问这个姓包的人，看捌我老爸包金国无去了？大人，有事来禀报。外口面有一个囡仔，准备来求见大人。嗯，小小孩童求见本官有何事情？托你这里啊，大人。看你年纪轻轻，来到这个二爷官爷是虾米代志？啊，总管大人，我特别来请问你，恁在捌一个包金公无吼？啊？你找包金公？是啦，包金公甲你虾米牵连？伊就是我的老爸啦，虾米？是你的老爸，是啊。那安尼，恁就伫济南府来向新丰吹走，我迄个侄儿包元宝，你贤弟，我是你的三姐包南公啦。三姐，从前有情，包文有孝代啦。天地龙杀界，安心，三千。
我叫我的银书不就讲多想二两三尺相当，今日来想我的师父交代，得要到太行山当做太子啦。太行山当做贵主子，是啦。那日你都卖转来都好，何必转来烧你？这是安怎讲呢？先生，为安怎我会走来长安？都是因为恁老爸甲你的奇迹，拢总来死伫贵主爷的手，连带你一个阿哥一家三条命，到今仔日完成还阁无查过。目前李林甫伫咧拍太行山。李林甫是我的母姑，算起来是你的母姑公。第一点，你若帮助贵主义，就是四大人的冤仇母姑。第二点，就是你要跟你的母姑公做对手，可恼啊！可心凉，今仔日贵主义伤害我老爸。因此，请你原谅我无办法遵照你的愿望啦。三姐，你带我来太行山复仇啦。好，目前你的母舅公战败啊，回朝在咧讨救兵，我准备带你来金关殿赵万岁先讨一个官啦。三姐，做阵领路对我来。皇帝念旧情，听到你的名，念念啊！你家风忠厚将军，一面为国尽忠，伫要抓反叛，一面伫要为四大人报冤仇啊！派我包三公做军粮官，伫要送粮草到太行山。哎，你咯，地牛地粮太行山啦！
包人翁参见无故啊，包官某拜见无故公啊，啊，陈公啊，陈公啊，阿姑安怎？来哩来哩来哩，过来，好，我知啦。阿姑啥代志吼？你这个囡仔有够害，一农民留两个也好多厝做证。也这正年啊，你就甲带来遮，要甲我救援，要来赴死哟、哦！阿哥，因为官保初初是先甲门徒下山，也是听伊讲一对腿重量八百斤，有阵也咧做家事啊！阿哥、啊，无你哦，见一阵看卖啊，你若袂用，我则甲带转来啦。哦，嘿。我的保姑公，我那看我讲唔听你啦，唔听你啦嘞！唔要我那无我那手一个面子俾来杀你，哈来啊来啊！啊，请问保姑公，一日来这个太行山剑王如何大参拜？干了剑一面名，上将就死百外个啦！贵族于天下第一英雄，一林冲这个人原来真厉害。马彪乃是山后的马贼，哥哥英勇盖世。要那安尼无武功，我出来背一个头彩，来啦！四十万大兵分一半开啦，免啦，两千就好。啊，两千哦，是啊。莫非出事你鼻头毛，我四十万都借得起走路啊！伊讲两千就好。来啦，用两千名较粗勇的，予我的阿仔孙出去向太阳山讨钱命令啦！人讲啊，哟，用你去款款的啦，迄粒会转去啦，啊，听我是我知啊。我四十万大兵都袂用，因两千个是了杨水红吃嘴大哟，来人咯，请等你失败的消息呢。第一
既修道人一类的人，第二忌礼节，第三忌害动。那无惊人的本领，伊要安怎上战场？安啦安啦，那咧交易咧，我无甲看啦。要啦，安尼你带五派过去会面出兵。大人，交代林冲甲马彪去左右救应啊！我看包机，迄若真诶哦，我咧甲看上少要有几千斤诶啦。赶紧伊叫贵主仪出来啊！这若冤家了，要不要冤家哩啦？伊面波头就甲斩落，伊干那安尼甲动哩动哩尔啦。哦，这个我著叫阮大诶出来。啊我这虎口逼开花船，叫转出来。我听未啊？五排骨进出来哦，一无会漏开
有啊，你无？确实好厉害啊！手尾若真用假死，若挖着拢袂动，伊虎口鼻会劈开拢流血。啊那安尼老三，咱就爱走路啊！人了，咱二十外岁大人拼一个囡仔，拼到咱走路去笑看人的苦面。听幼春，也无要安怎？我咧甲想为的办法哦，甲为的用车轮前头头甲轮轮快都袂定练落来。今若袂练落来，无嘛甲为甲日头暗光安尼，咱酸顿来较袂红笑。也无咱二十外兄弟啊，怎么抬一个囡仔抬无法哩？有你兄弟啊，用车轮前头头甲轮，也无爱动咱日头暗啦。
个小小海棠单挑不脆，可留偌济人眼，见着你的人形袂当食你的肉，甲啃你的骨。过阵伊看我乌虎腿来看安邦定国分龙枪啊！你甲
事退后半里，点点就毁灭尊严啊！我这边看你这个囡仔，好提灵来啦！哎，太阴森的兄弟，我来给退后半里，点点就毁灭起来！哦。消灭灭败，咱两个高对头，不死不散。我贵族已经把红人挑战过来了。
心你这个囡仔有偌济本钱。郭主席，若要让你死一个，你就死啊啦！你若唔相信，目睭闭好紧，看我的乌虎腿来啊！哎呀！大人，收兵啦！甲赢一个就好啊！吼、哦，有影有够点就对，收兵会赢啦！就要灰灰的哦，凡事以后动作要咧拼，咱啊外家甲咱鸟的了。我伊讲好过哦，豆豆嘛过过去咧太阳山啦。
那普通人呢，要甲医甲好，上少爱三五个月啦，安尼都花去啊。金虎入面变多元咯，虎入来啦，安怎啊？公兄，这到底是安怎呢？起早天下，因为我的大哥连连甲伊包完布剑一面一日，剑甲规身躯热血喷腾。规身躯的血，拄好参像迄个滚水伫咧滚共款。雄雄，你来水三杯冷酒，拄好亲像水伫咧滚，你雄雄甲冲冷水落去，从安尼缩起来。所以我的大哥目前算血菩萨啦。要安尼要如何呢？起早点。因为包元宝这个人应该是咱的人，是殿下你未来的开路先锋官。那安尼安怎会去帮助李林甫？因为我挂牛甲白灰呢，这个七天后自然有救兵会当来随同包元宝到手。果然这来是啦。要那安尼，就爱等七天后的消息。朱清，包元宝若来见我，便见白衣啊！包元宝是天顶的五虎星，殿下未来的五虎将，应该爱帮助殿下才对。也不过今仔日我按挂牛甲拨起来，都爱金龙照查行五虎。因那金龙就是当中太子，别那叫太子歪行五虎车。迄八百斤的五虎腿，然后拉着了八百上，要哪有可能？啊！我这个挂牛挂得真出错了。挂边阵牌，喵啊！
奉师傅的命令，带着灵丹一罐，特别来太行山解救薄情郎桂枝儿。神说来细行万日地包官府因师傅，那卖你讲，阮丁燕也未了，但阮则无想要嫁。想着薄情郎，但我对怨叹，打扮一切行路，直向太行山解救薄情郎贵主意啦。
替我打开金龙坎坷命来。苗啊！今日有目测新贵之意啊！这张金龙好礼无差，那安尼王英啊精神起来，小王随时该祝福，和王嫂甲王英洞房花烛，一切自家娘你去安排才了。祝天吊丝兵。乱家啊！
清合定清，梦世里脱俗情，从上定寿得了清，寒来观父母情痴听落明。奇怪，树老底安怎一个大哥伫遐伫咧做官？害我来甲伊问看有看到贵主爷啊无啦？天龙甲头顶天龙盔，我无伫咧惊你啦。
你死真简单，这个玲珑塔内底有水火风雷，我这水火风雷甲你拍死。你若要甲我拍死，你做你甲我拍死嘛。伊若要叫我刀大龙灭光，你这个贴身，真是本土之强不可侮，朽木难雕呀！念动真难，这水火风雷贴。今日等我来太行山见太子陪坐办事。虽然你对我真好，也毋过你讲的话我也唔相信。你让我倒当啊调查，若真像伊个老爸甲我二叔像你伫咧讲安尼来死，我包元宝绝对投太行山。如果你若半句虚言，包元宝原始军情啊，真金唔惊火，吼、哦！你倒等于有哪调查，下了。先滴落，今日阿哥，那卖为着你，当然再度封顶啦。哎，结滴包元宝啊！你叫我安怎好？既然这个道姑有才调甲我拍死，无甲我拍死，表明讲伊对我真自信。难是我亲阿哥因何伊对我要这样？一件大事已经过这久了，是要叫我包元宝对待去调查去啦？啊！天罗来来老爷啊，包福拜见小主人啊！包福，是啦，要不安尼哦，看到小主人安尼囡仔人营养爱顾好够咧，我炖只鸡汤。啊！你贪小饮落只过筋骨了，包括你哪会要对我这好？我准备要搁做一个三代老奴才啦。哦，那呢？你来阮家做奴才做偌久啊？对恁阿公落甲恁老爸，即摆搁落甲小主人，你安尼拄好三代人呢？阮家发生的代事，你拢清楚。那未来唔知啦，一来看有着的，大行都知啦。来人，周围的人免用事后拢总甲退下去。哦，我伫咧问你，山东济南府排位台，阮老爸甲阮二叔甲阮阿哥是安怎死？哦。这若讲起来吼，恁老爸死是恁二叔甲害死的，
因为恁以前看到恁老爸跪伫擂台顶，要甲台边啊迄个头壳去弄着擂台跳，当场现死。结阮二叔，也若恁二叔要阁较可怜，去予贵主儿甲烂落擂台脚。若平常做人袂歹，落擂台脚人会甲牵起来。恁老爸一日练落擂台脚，也看擂台煞神煞团，甲落落无死了。结阮阿哥嘞。今日阿哥就买啊，吼，要嫁予贵主儿，恁三叔妹仔去共五爷洞房花烛暗叫贵主儿抬死伫房间啊底。也毋过吼，迄、那个尸体吼，阮厝后尾找找无咧，头到尾代志，刁主人啊，你听老奴才用尽的了。安尼，你退下去，是我知影。甲这个杜哥讲的狐狸有差，要我怪主意，我老爸不是你直接拍死，我那是为了你来死。我到底是要帮助阿哥姑娘，也是要来帮助我的保护工？别离何时好？哎呀！啊！罢了，各家来作势为势，两兵为难。莫不如我马仔领一路兵啊，直接对贵主爷来讲讲好死。来死到沙场嘛，无要紧就对。死了罢了，免点这生命危难啦！哎，老天哦！清楚，甲这个时春日子要执迷不悟，人阮也无奈何啦。安尼站起来，民主啊！王兴贵主义在。这个囡仔应该咱的人，哈？因为因爱是我的大哥贵主义未来的开路先锋，也是殿下你的开路先锋。也安怎无办法来降服令人为难？我想讲，得要下山来看战场，王兄，你看通去无？这济人要保护，应该无要紧。吼！那安尼，小王拜驾下山，来甲王兴贵主儿做三通告啊！金龙行乌虎，是要安怎活出金龙行乌虎啦？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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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
天地保管保，卖大看亲戚在咧艰苦，贵主意，今仔日我爱你的命啦！山尾顶一个看位山脚落去，风飞沙一个架起来，看无半项。落来较山脚的不要紧，大熊不要紧，要来安尼不落较山脚，看甲会清楚啦。包办好，今日我应该爱采取速战速决，用乌虎腿将贵主一打死啊！贵主一，今天爱你的性命啊！看乌虎腿啦！清楚，哎，王兴危险了，小将军慢上我的贵王兴啦！上，安尼合作金融行乌好事，哎，上人都袂使我救家你啦！山尾用走这个地虚是阴官的人，两得伊就是妖人李兴。好，钦察钦王啊，我要用乌虎腿当场把你打死啦！小将军，不想我贵王爷看乌虎腿我明修啦！
使我救驾。哥，你这个牛皮道人，规个拢你的道理，乞到殿下。那无安尼啊，免有办法收服小千岁呢？哼，逐摆讲讲的拢你赢，无安尼我就无法度就对。是啊，将天包管宝是我命令而主啊，已经投降太阳山，走开船，到那个万酒天宫啦。非常感谢亲爱的老爷的姊妹，各位平心中官，今晚月光演义大同五好吃，祝我包元宝顺同，感谢朋友，谢谢。